神出道到现在，交往过很多女友，其中不乏一些当红的一线女艺人。在2002年的电视剧《十三格格》拍摄期间，李晨与李小璐因戏生情，情到浓时，李晨还曾在自己的大腿纹上了一个“璐”字示爱，可后来不明原因的就分手了。李晨随后的一段恋情就是在相亲节目《为爱向前冲》中认识的赵卓娜，并且李晨为了讨好她，还送了特大号心形石头求婚，石头梗就是这么来的。但是两人在2009年被曝分手，2011年一向低调的李晨居然在爱情上走起了国际路线，当街狂吻混血美女比利娜尔。当时李晨说是一见钟情，甚至都已经发展到见家长的地步，但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。而经过这么多年后的李晨可谓是个夜店高手，张馨予和李晨就是在泡吧时一见钟情。2015年，范冰冰与李晨微博互相公开恋情，可见李晨这些年找的女朋友都是瓜子脸，审美也是没有变过。